年底选战登记进入最后，李伟鸿会比今仔日伫近300位支持者的陪同之下，完成参选彰化县长登记，并且强调，这是一场诈骗集团甲换血政的选战，嘛是一场第一名李伟甲吊车尾县长的竞争。呼吁被骗了四年的乡亲爱觉醒，支持王惠美，找回应该有的幸福生活。在支持者的陪同之下，王惠美今日去彰化县选委会。年底五合一选举已经展开，受到全国注意的彰化县长选举，国民党提名立委王惠美嘛展现高人气，得过区域县议员、乡镇市长、民代以及各行各业将近300位支持者陪同之下完成登记。第十八届县长选举候选人登记，王惠美女士完成登记。好，谢谢。王惠美强调，竞选县长是要突破民进党中央执政无能、地方建设无方、诈骗集团的骗术，希望唤回台湾应该有的正义，彰化原本的光荣，让民众会当过幸福而且好的生活。咱彰化县的数字哦，会使讲无介好看。第一，我们全国薪资哦，在全国里面，彰化县嘛是吊车尾，我们的统筹分配款啊。分到的是全国最后一名，那包括天下远见杂志所做的对于施政的评比，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城市竞争力，咱的奖状真侪拢是伫末段班。那回避过去，这个洛江镇的镇长，嘛是天下杂志所评选的微笑之乡，阮是全国第一名。所以伫这个选举，彰化县县长的选举。可以说是第一名和第一名的这个选择啦，所以希望我们的乡亲，相信我们的乡亲也都有很有智慧，会选择一个有法度带领着我们彰化县向前走，来改变我们彰化的未来，让我们有法度过好生活的好选人。另外，国民党籍县议员郭黄水花也同时间前往选委会登记参选后一届县议员选举。伊强调，为地方服务是长期以来一贯的理念。即届再度出来参选，就是要延续服务。就咱的坚持就好，吼、哦、啊，为了咱的选民，啊，为了咱的政策，我一定为民服务。我这回吼、哦，非动不可，一定爱当选。我还佫做个选民，要甲服务的，一做一人做无够的，爱佫互我佫做，继续为咱的选民努力打拼，安尼好无？好。王惠美强调，伊担任县议员的时阵是门前第一名的议员，担任洛江镇长，甲洛江打造成国际经典城市。如今的彰化县却是薪水、建设、投资亿万吊车尾，这嘛是一场第一名的位甲吊车尾县长的选举，请乡亲甲子支持惠美，让彰化变了更加水。新彰化新闻，白炳麟彰化采访报道。